不过这男女感情之事，一定要男有情，女有意，这样才能圆满。那当然。可惜啊，这程安伯对画画无意，否则也能成就一桩好事，对吧？是啊。哎，福乐郡主是大长公主唯一的孙女，又深得陛下的疼爱，她的婚事一定要慎重。嗯，不过倒是近日京城有一些风言风语，老臣听来啊十分的气愤。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啊？老臣听闻，严相坚持要与班家结亲，为的就是与老臣在朝堂上争个高下。哎，不过老臣冷静一想，严相也辅佐陛下多年，他应该知道陛下最厌恶党派之争。哎，这些流言朕早就有所耳闻，朕相信严相并无此意。其实朕也觉得这桩婚事有所不妥，不过总得给严家点面子吧。陛下若有需要老臣出力之处，尽管吩咐。那就好。史进。臣在。朕问你，你可愿意帮朕分忧？能为陛下分忧，实乃为人臣子之幸。如此说来，你也对画画有意喽？我如此甚好。多谢陛下赏识，多谢陛下赏识。哎，崇海啊，你果然深得朕心。既然如此，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老臣遵旨。你们退下吧。荣伯爷。石大人。伯爷，你若无心于郡主，还请伯爷高抬贵手，还郡主一个清静。看来石大人对郡主十分有心，不过比起发难在下，不如好好想一想该如何让郡主动心才是。此刻皇上有心将郡主赐婚于我，还请伯爷识相，离郡主远些。婚嫁之事本是两情相悦，更何况皇上未曾明说一句，怕只是大人一厢情愿，自说情话罢了。你分明无心于郡主，却处处跟他走那么近，与沈玉有何区别？从今往后，若伯爷伤及郡主半分，我石进绝对不会客气。石大人多虑了，若真有人要伤害郡主，有容某在，也绝论不到石大人。郡主这般高贵，不是谁都能高攀得起的。哎，你，哼，明明不是一个级别的呀，还偏要绑在一起。小姐，这当归碍着洪生什么事儿了？事儿可大了，依我看呀，根本就不是当归高攀不起洪生，而是他不想攀。